大家好，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圣贤录。我们呢还是接着上一期啊学习。上一期呢啊我们学到了维泽法师，他在净土互问里面呢回答呀啊当事人提的问题。那么这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有人问，一生一世造恶业，临命终时念佛，就可以带业往生净土，就可以永不退转，那么我还可以做一些世间的俗事，等待临命终时再来念佛，这样可以吗？答曰：苦哉苦哉，既欺骗自己，又欺骗天下身俗男女的，都是像这样一类的人话。忤逆十恶的凡夫与临命中能念佛的，都是术士，具有善根，所以能够遇到善知识，因而知道要念佛。像这样子侥幸的事，十万个之中也没有一个啊。那么前面这段话呢，我们在啊上一期啊啊做了分析啊。那么下面一段呢啊，就说忤逆十恶的凡夫啊，临命终时呀遇到善知识，劝他念佛啊，他相信了，发出至诚恳切的心呀念佛啊，那么声声佛号就能灭消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，那么可以啊获得阿弥陀佛的接引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这个呢是佛啊在九品往生里边呢亲口说的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没问题的啊。但是能够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，遇到善知识劝我们念佛，我们又能啊懂得念佛，这个本身呀他就具备了术士的善根啊，这也不是偶然的，不是说我们想等到临命终的时候来个善知识啊，我们就来个善知识，善知识劝我们念佛我们就能念佛，没那么容易啊啊，没那么容易。这个呀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在过去啊行善积福啊，与人结缘结善缘啊，懂得念佛呀诵经，这样子过去种下了这个因呀，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才能遇到啊这样的善知识，结出这样的果呀啊。同样这种事儿没有凭空来的，不可能平白无故就来个善知识来劝我们念佛了，没有那回事啊，也得呀我们过去种下了善因啊，种下了佛种啊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种善因啊佛种愈缘发芽，可以呀让我们呀做这个事儿了啊，我们呀才能念佛往生极乐呀
没有偶然的事儿啊，什么事儿都是因果，都是必然啊。所以大家呀，不要抱侥幸心理啊。这是维哲法师千叮咛万嘱托的。那么是不是说啊，临命终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善知识，我们就必定能往生净土呢？也不一定呀。啊，你遇到了善知识，关键呢啊，如果我们还有世间的事儿放不下啊，我们自己生病呀，脑子糊涂了，念不了阿弥陀佛了，种种的问题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见得呀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。啊，就像什么呢啊，我们这一辈子如果造作忤逆十恶啊，那么就像呀长江三峡大坝啊，库容量里边都是啥呢？都是黑水，都是污秽的水，都是脏水，恶臭极了啊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呀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呢我们至诚恳切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呀用他的大威神力啊，就好像三峡大坝一样，把我们这一世啊累生累世造作的忤逆十恶这些污秽，这些啊重业啊，这些恶意的力量给他接住了，给我们呢啊一个呀相对短暂而能够喘口气儿的这么一个时间空间啊。这个时间空间呢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忤逆十恶，这洪水恶臭啊，暂时和我们呢啊给它呀截流了，放一边了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念佛啊，跟着阿弥陀佛呀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那么自己过去造作的忤逆十恶这样的库容量，是不是说就消失了呢？没有消失啊，没有消失，同样水也流转啊，和我们自己啊一起就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带到了啊我们这个莲花里边。那么我们业力重，那就天天啊在这个莲花里边熏陶着吧，慢慢的依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在进化着吧。啊，我们知道啊，忤逆十恶这些众生如果侥幸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呢啊他就在莲花里边呀要待够十二劫这么长的时间啊，去化解这些过去造作的忤逆十恶的罪业。这些罪业啊消化完了才能够花开见佛呀啊。不是说我们啊忤逆十恶做的啊到处都是，我们往生西方就没关系了，不会的啊。我们造作业力，那就是你的业力，谁也带不走，只有自己带走。我们侥幸啊，依据过去种下的善根福德因缘呀啊，我们能够遇到善知识念佛往生到西方了，
到了西方呀，我们也得在莲花里边啊天天的消业障啊，只不过呢啊更多的是借助阿弥陀佛的力量了啊，借助西方极乐世界的力量来化解啊。所以说呀，这些恶业谁造谁承受啊，你做了你就得消除啊，谁也骗不了啊，你也不能把它像垃圾一样随手一扔，扔不掉啊啊，恶业呀随着我们就来了呀。我们呀是消不掉的啊，不会说他啊一转身就没了啊，不会的，会和我们在一起，慢慢的啊通过修行呀啊通过佛力呀一点一点的呀转化消除啊啊。与其这样，我们就知道五逆十恶凡夫啊临命终的时候想念佛往生，是一万个里边呀有一个就不得了了。嗯，同样我们造作了些恶业啊，迟早我们得还呢。与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待呢？还要在平时造作各种的恶业？最终呀，我们还得化解呢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了，懂得道理了，我们啊就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啊，把希望留在临命中那会儿，这个呀是最不靠谱的啊，抱这样想法的人是最愚蠢的。我们自己呀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啊，自己啊一定要在平时精进修行，遵守五戒十善啊，少造恶业啊，少干那些呀没边的事儿啊，有时间呀咱们就好好的啊做点功课，那不好吗？有点时间咱们学点佛法，那不好吗？啊，有点时间呀咱们行善啊，服务大众，那不好吗？啊，这都是呀有益于我们自己身心，有益于我们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儿啊，这多好，那何必呀平时没事儿造作恶业，虚耗时光，最终呢啊自己啊临命终的时候啊束手无策，不由自主啊，那就可惜了。那么对这个啊做了解释啊，就群议论说了有十种人临命终没办法念佛啊，一种呢未必能够遇到善友，那么就没有劝导他念佛的人啊，这个很多呀啊，我们世间如果老人去世我们看看啊，如果家人没学佛的啊，谁给你念佛呀啊，按照现在的习俗呢啊，就开始哭哭啼啼
啊，哪里还想着念佛？那么现在人呢，各种邪知邪见啊都特别多，哪里还能够念佛啊？遇不到善知识呀，想不起来念佛啊，就去不了西方了。那么第二呢，业障病苦缠生，没有多余的心力来念佛啊，这个很多呀啊。现在我们很多人得癌症啊啊，前一段啊，我们有位同修啊，癌症复发呀啊，临终前呢啊，一段时间啊，睡不着觉啊，吃呢吃不了啊，身体疼痛呀啊，连躺倒在床上都躺不了啊，疼啊，只能坐着啊，非常痛苦啊，非常痛苦啊。故有的时候呢啊，如果没有周边呀很好的善知识啊，往往呀哪里顾得上念佛呢？三，中风而无法言语，不能念佛啊。中风以后身体啊就不由自己了啊，不是自己的了，不知是谁的了。四，临终时狂乱颠倒，丧失心智而无法念佛啊，这个也有啊。平时啊啊也念佛也修行啊，但是呢临命终时候不念了啊，谁念打谁，也有这种。这个呀就是身心的问题没解决啊，内在的颠倒没解决啊。你想想这种人呀，临终时狂乱颠倒，那呀他的恶业啊就像浪涛一样在翻腾呀啊。如果他能够坚持功课，消除业障，遵守五戒十善，身心世界已经得到了改变啊，没有这些恶业了，那他怎么可能还闹腾呢啊？他就不会闹腾了啊。显然呢啊，他这个功夫呀做得不好啊，他的业力没有消除。五，遭遇水火之灾，横死，来不及念佛啊。能够遭遇水火之灾横死的人啊，那一定呀也是过去造作了这方面的恶业啊。如果过去没有这方面的恶业，他怎么可能遭遇水火之灾横死呢啊？他就不会呀。我们呀如果真的遇到水火之灾啊，真的遇到呀临时那种灾难，山崩地裂啊，车祸呀等等，有的时候呢一瞬间就完了啊，很可能想不起念佛。第六呢，遇到豺狼猛兽啊，惊慌恐惧而不知念佛啊，这个在现代社会已经少了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豺狼呀都在啊动物园里边啊，猛兽呢啊快绝种了啊，都让人呀啊杀的差不多了。但是呢啊，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会遇到什么样的豺狼猛兽呢？披着人皮的豺狼猛兽啊挺多啊，一看呢啊满脸的慈祥
啊，满脸的恳切，实际爪子呢啊是狼爪子啊，心呢啊是猛兽的心脏。遇得到机会，遇到了机会啊，我们呀给别人就来一下害他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修行人呀遇到这种灾问题了，困难了啊，很容易心里边呢烦恼啊，很容易啊心里不安宁了啊，痛苦就回头说了啊，你看我学了啊这么多年佛，怎么还遇到这种事儿呢，让人骗了钱啊，让人呢啊害我们啊，你不想想啊，我们如果没有害过人家，怎么会碰到这种人呢啊。啊，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往往丧失信念，往往因为内心的不安啊，已经啊做不了功课了，想不起念佛了。七，遇到恶友破坏他念佛的信心而不愿念佛啊，这刚才已经说了啊，这个恶友啊啊颠三倒四的说来说去啊，不让你念佛，说念佛不好啊，说吃肉有营养啊，种种的理由，总之呢啊，把周围人破坏了，不让他念佛啊，这就他高兴了。第八呢，昏迷而导致死亡无法念佛啊，昏迷了还哪里想着起念佛啊。第九呢，军队战争中阵亡啊，那古代呢啊是刀剑啊，速度相对还慢点，现在呢啊都是枪炮啊，冷不防就完了。第十，从高山上坠落死亡啊，这里边总之啊啊都是说的是种种的障难啊，种种的困难，不能够让我们呀啊真正的临终的时候身无病苦啊，环境安静，身心呢愉悦啊，心中清楚啊，懂得念佛啊，佛来了呢我们啊能够懂得跟佛呀啊要走啊，那么这十种情况都不能达到啊，临终时候念佛往生的这些基本要求啊。那么所有这些事情啊，谁造成的呢？不是别人造成的，是自己造成的啊，是我们呀造作了五逆十恶，而没有结下善因，最终呢被自己造作五逆十恶那些恶浊的洪水淹没了，吞噬了，破坏了啊，最终我们呀是无法摆脱恶业的啊这些后果，无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平常能够听到看到的，不论出家在家，人人都可能遇到这些状况呀啊。这里边啊维哲法师说了啊，这些事儿啊，说实在话，看见人能够自在的往生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少，
啊少，念佛人多啊，真正自诸往圣少啊。但是看什么比较多呢？啊，就临终乱七八糟的，生病的，昏迷的，死亡啊，各种饿死、横死、饿死的，这个多。那么现在社会呢，病死的多，得癌症死的多啊，死完了呢啊，就送到冰柜里边冰镇去了啊，这种多。而且呢，维教法说，不论出家在家，人人都可能遇到这种状态状况啊。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出家了就万事大吉，我们持戒了就万事大吉，我们过午不食了啊，我们就万事大吉。没关系，不是说你披上袈裟啊，我们这些事儿都解决了，两码事儿啊。无论出家在家呀，你都得按照佛的教诲好好修行，改造自己啊，把业障消除了，把五戒十善好好的遵守了啊，把我们身心呀一点一点的改造了，这个呀才有可能摆脱啊这些恶浊的后果，才有可能灵命终时欲知实质念佛往生。不论是宿世的业报所遭，或是现在的业力所感，一旦境界忽然现前，就没有办法回避啦啊。业力是什么呢啊？业力啊就像包公的脸，那是铁面无私呀啊，他呢不讲情面的啊，你过去宿世造的业报啊，今世感召的业力，一旦这个力量成熟了，一旦一爆发啊，我们呀周围环境就变了啊，想躲避它已经不可能了啊。那么宿世的业报和现在的业力，它不是突然出现的啊，只要你造作了它就形成了，只不过呢啊，它这些业力呢啊潜伏着呢啊，在逐渐的散发出破坏我们身心的磁场啊，一点一点的在破坏着我们啊。那么到什么时候呢啊，到了量变到质变了，到了临界点了，我们忽然呀就爆发了啊。爆发什么呢？有的时候呢就遇到灾难了，有的时候呢病爆发了啊，有的时候呢中风了啊，有的时候呢昏迷死亡了啊，等等等等啊，恶业的累积爆发，它是一个过程，不是突然表现的啊，只不过我们自己人呢搞不清楚它的过程，以为这个病是忽然产生的，其实呀不是的啊，它是长久的作用。而且呀啊，恶业一旦形成，境界一旦现前，我们自己啊就跟平常人就感受就不同了啊，恶业这种力量这种磁场笼罩着我们的身心，我们呢啊，就觉得周围环境啊不同了啊，比如说我们看问题容易看的是负面的，比如说啊，有的人看问题特别喜欢悲观，甚至有的人呢啊
就产生了想自杀的心思了。啊，甚至有一些呢特别的恶浊啊，因为某些原因自己呢啊控制不了自己了，拿起刀枪啊就开始啊砍周围的人，杀周围的人啊，这都有啊，这就是啊佛啊维哲法师告诉我们这个原理啊，就是不论是宿世的业报所招或是现在的业力所感，一旦境界忽然现前就没有办法回避啊，就讲这个啊，你回避不了了。